に誰もいない以上。私の普遍を引き立たせるで。星とし無事キョン。Thank you.
ここより弱滅の時。裁きの雷。天道万象。風の行く先を風の行く雲の行くごと。稲光、すなわち永遠なり。風を知れ、雲を借りなく時。風の無我の拒否。せっ、やっ、せっ。見切りました。天道万象。揺らぐこと。風を知れ。それ。風。雲の行く。剣に近づく。剣よば。風の行く先に。行こう、次の目的地へ。騎士団のみんなは真面目にやっているのだろうか。
時間を見つけて竜の遺物研究会に鑑定を依頼したのか。史上最大サイズなんだ。気をつけて。正確に方向一転、世の光に比例して。昼夜健康。
と。気をつけて。進みましょう。一目瞭然。戦とはただの殴り合いじゃない。新人よ。啊，丢一张卫生纸不？不行。4人で移動移動。そんな手はどう？
今こうしてここにいることがわらわの幸せ。こんな手はどう？
Thank you.
该上班了吧。
Ha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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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ha!
EH 약 진짜 又抓到一个喇叭玩家，没听到下水道，直接从下水道旁边走过去。就是我，一个两个，两个 DH， 他关系人，两个关系啊，关系，他们已经是影片太大了。大声听不到我们讲话，这时候就要不停的传讯息给他。他就会回神。你你进来他有讲过话吗？我好像不知道，我忘了。可是你亮绿灯，你刚亮绿灯的时候我才跟他讲话。只有三个人，然后我去成本两层是技能准备，万一有问题，一股一股进来着，还要治疗其他人，这个任务卡了好久，然后换任务，击落木板，掉落木板来击晕杀手。我说前面最难嘛，刚好不从后面解回来。啊？什么东西？那我从后面解回来就好。欸，我发现这一次的我也还没解完，欸，我来解后面的，抓到，我要解不要解，我要解前面的，不是解后面的，哭啊！60秒内将两名不同的幸存者挂上钩，完成三次，这感觉只能用护士。每次我好像每次用这个，选到这个任务好像都是用护士玩，现在解到11而已，19到11。今天还有时间。哎呦，好亮啊！那个凤鸣怎么那么的 bling bling？ 要死了！他手是被架起来的，是不是？马来西亚人，看那个真罗黑罗怎么长得那么……啊，人家本来就大吧，不理远了。要让它变成小吗？请你加倍要结束一个礼拜啊，是吧？我才发现，那我不带，我不带东，我不带东西，我解白咒文。它结束，它是明天晚上11点吧？还是礼拜四啊？明天就是礼拜四。
我要到明天晚上十一点多睡。内建陀螺以 Deep Crawl 九州封神360 RGB 开箱。我已经看到了白昼纹，太好了，在一个很遥远的地方。那你看，我有手上有白昼。哎，这是双胞胎的声音吗？对。我看到了，他在那个港口。不是嘞，我在捡白昼纹啊，白痴哦。在哪里？在你楼下，在你楼下，在楼下。哎，他又叫，他又叫。他是窜上来的。哇，可是有一个队友往这里跑。他要叫小孩。小弟。完了。哎。哦哟，好烦哦！他扑倒人会有字吗？我靠呀！他这么会扑，他第三封印，我操！应该是打击到的，我看。嗯。然后叫小孩，我之前有压到这么多。我用板子狠狠的压住，他应该是图腾流的，我猜。我要踢到什么？那我怎么办？他还有图报哎。我还在这里啊！他没叫小孩了。嗯？他刚不是叫了？在哪？在这吗？我在你后面啊！你刚翻过窗户那里。做老局，对吧？看一下地图，看看，什么都没看到。这地图好烂。哎，那个还在那里啊？嗯，我查一下。怎么看不到人？不是欸，哦，好烦哦！我才刚捡白皱纹而已，白烂哦！干他玩这只鬼真的哭欸，还带第三封印，我要去找图腾，受不 了。我手上有地图，可是你那个地图看不到图腾，绿色的吧？大部分来说都看不到，请问这张图是他烧的吗？不是啊，没人烧图啊，没有，没烧。他抬了，他也在大船这里。我叫。Oh God。看不到人，我没有看到靠背嘞。为什么闪那么久啊？哎、欸，
回到他图书馆。他弟弟踩到的时候，他可以走。可以啊，哎，没有，踩完之后才能走。不是，他在我头上的时候，他可以走。可以啊，他可以把他叫回去啊。没有，我说他在我头上抓。那我不知道啊，哎，没有，可以啊，可以啊。完了，我要死了。你是最后一个。压扁，你继续直走，左转这边还有。没有没有，地震封印掉了。我、哦、掉了，我猜掉了。这你看吧，还追我。那个女的，你这边还没走。他没追我。不是，不要补啊！奇怪，我没看到你在哪里啊？我在小屋，你在小屋，小屋旁边的发电机，小屋跟小船中间。但我真的没看到哎、欸，那两个真的你没亮红光哎、欸，你没亮气场，我真的看不到。你前面左转，我们三个都在这附近。不是那两个人真的很弱智哎、欸，他补起来不先来补我，然后先帮他补血。然后又被踩到，我说弱智的，真的有的样子，他把人扶，他在你脸上哦，没关系啊，在你脸上，好干，好腰啊。打击导流的、啊，打击导流就玩这样子，都有新人啊，都不挂人了、啊。这个出去我会检举的，打击导流真的超没意思，超拖。这样分数很高，分数很低。他应该大陆人吧？还好我没带东西进来，嘿嘿。匿名。就是检视玩家宝，没有那个好像找不到。看一下找不找得到。一二三，对啊，找不到。护士眼第三封印击倒出局哦，击倒出你是要击倒出局，要靠背哦。给他一个垃圾，是那样平吗？那样玩就没意思。他关系开完了吗？他有开吗？有啊，他又不讲话了。好啊，好啊，继续搞怪啊。好啊，直接对着他按邀请。他还没上去，要不了。
这样子就可以摇了。哦，台中、台北13号，13号火车没有，高铁对。你现在这么有钱呢、啊？没有啊，是因为要提早到、嗯，我要先去其他地方。你没有用手机装那个高铁 APP 就好。有啊，但是我现在懒得拿手机。哦。你有办法用手机买票？可以啊，但是我懒得现在拿手机，虽然手机就在我脸上，但是我懒得伸手过去拿，好懒哦。现在都用手机 BQR code 进去比较方便，你也可以买自由座的就好，虽然要当天才能买。没错，可是自由座好像，价钱好像一样吗？可是我忘了，我没有，自由座会比较便宜啊。哦，我忘记便宜多少了。我上礼拜五，你这样时间会不会搞混？我上礼拜五。2:30从台中上来的，那自由座几乎都空的。啊，关西嘞，哦，不对，是礼拜六，我是礼拜六，你是礼拜六去还是不是？礼拜六从台中到桃园，那自由座几乎都空的，根本就没有人在搭。闹哥，他不见了，开起来了就不见了，是怎样啊？找密他，他每次密他又不回，啊开了也不讲话，干，到底在干嘛？到底？今天怎么一直被恶心啊？是怎样啊？我说我再去拿一瓶水，太恶心了。现实被恶心，连游戏也被恶心。没有碰过几个米粉。没有，我说我。大禹资讯发重讯，轩辕剑加剑仙 IP 确认无意卖出。那、怎么写？冠希加入了派对。哦，又不讲话哦哦哦，怎样啊，老哥？跳出去了，你该不会进去了吧？啊，没有，还没有，因为你离开之后，他就那个，他就会少一个人要补。冠希。讲话
怀疑，什么事情都不讲。干，麦坏掉了，还是被 gank？ 也不打字。还是我就睡觉好了。我好像在跟一个不会讲话的人在沟通，好痛苦。那你的声音怎么变那么快？啊，你就这样吗？你刚离很远，我麦克风不小心转向了。你敢转向？因为我麦克风不是固定的，我是那种夹起来的那一种啊。是立起来的那一种，领夹式。啊，那个不是录音的麦吗？对啊。哦、啊，我怕那种立式的那种，像雪球那一种，它会离我就是现在大概在手那个。手机放的位置啊，我怕那个会收到更多杂音的、啊，所以我就没考虑。嗯，好吧，现在又一个人出现了，又多一个高金生了。我看他会不会进来，他会进来的话排、啊，如果排到的话，我再退掉。没有就是没有了。啊，你哥、啊，高金生，哪个高金生？哥刚开 DVD 了，哦，没有啊，那礼拜三不是都固定要忙？这九点半，我刚听他们那个还在讲话、啊，所以刚刚没有结束啊。我刚下去打字。冠希还是不讲话，看起来这边应该是只有我们两个人了。难怪你刚进来的时候还有讲一两句，还是他排挤我，他讨厌我。不知道。他今天去学校休息了一整天。昨天吧，还是今天？他我不知道他昨天有没有去，但他今天有去。我说他以后固定休二三来去学校。好像看了一下排课要排二三吧，对不对？我今天看了一下，原来海景房的机壳没有很贵耶。嗯？海景房。海什么？海景房。海景房是什么？前侧各都是玻璃透。机壳啊、哦，我没听过哎。海景房你没听过？我没听过啊，要靠北啊，哎。不是啊，嗯，海景房到底什么意思啊？靠北啊，我以为它是牌子，还想说怎么点进来各种牌子都有。全透了是不是？就左边前面透，大部分都是左边前面都是透的。啊，我这左边前面也都是透的、啊。你那个前面透吗？前面是那个呢？风扇不算透的吗？风扇不算透哦，它的是玻璃哦，不是那一种。那它这样子风扇不会打卡的吗？没有啊，风扇就改成跟主机板平行了，这样会比较好。进风从另外一侧进风，然后出风一样是后面那一边出，从侧边进，就是好看的、啊。我没有软用，你有心跳声的小屋啊？我这也没什么呀，有的。谁？心跳声好大哦！没有了吧？走掉了吗？没有。
好像皮脸，很皮哦。哇，大屋的大屋才是地下室，完了。冰鬼。好啊，现在还讲话啊，白烂呢、啊。刚刚都像个死人一样不讲话、啊，他有猎杀力气，我还踩小屋，在我这还是白烂是不是啊？要毁灭吗？没有，没有，太好了，他还在追你吗？对啊，你在哪里？大屋旁边，我要进大屋了，我要去地下室。他好像没追。他没追。哦。来追，来打我，很刺激。你说地下室在打我？地下室在打我。我有没有发动机？没有。还在打我鬼，还在打我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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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
那先把花图片开光就不会有一刀了。鱼叉呀。好像要快，好像要速修了，好像板子都快被他翻光了。我等下去救场。对面哦，好，包哥，我看到了，我看到了，草不到头，哇塞，下来了，他们最近到了。抽到我，还左一个，往后抽一个。哇，那个板子他绕那么久，这么狠哦！哎、欸。靠腰来不及啊！我太远了。大王下地下室，啊，死定了！亮货下地下室吗？又摔下来，又摔，干嘛、啊？他很想带进地下室哎、欸，他可能要解任务吧？有一个任务是要带进地下室。又怎么了他？好像是我挡到他的路，这次真的要下去了，没办法。没有，哎、欸，我、哦、在这里，地下室。
面手是不是啊？很像哎、欸。那我走了。感觉像面手，我走了。应该是面手。没有没有没有，他没有面手，他走了他走了。我心脏没有变小波，他上来了。他走了他走了他走了。他追我。他在楼上哦，他下去了。好悲啊！在楼下。对。他直接连我，连我跟你都不砍，他就是硬要走。安行道。安行道。安行道。没事，我掩护他。安行道，安行道，嘿嘿，安行道。他就不会出手砍架，砍架还能追起他了。他不砍你就永远挡他。对啊，我一直挡他啊。啊，完蛋了，你没拦到。我怎么知道他往哪边走？在哪里啊？没了。我以为我差点没跨过去。大哥，他到底有没有砍？他已经拉出去。哎，你觉得他砍？没有。把他卡住！哎，他出手了！他看那个不出来的是谁啊？我那边好像会被中。没有啊，他只砍一下，他没有砍过呀。你要确定。你要确定，我要跑过来，好。照下来。他不敢赌。哎，我怎么出去？你想要转个方向就出去。好的，好吧，走吧。哎呦，我出去了！别再为难胖虎了。45,000，带白皱纹出去就是舒服了，真的好爽。什么事情明明就什么事情都没干，就到人数了。好了，差不多了。哎，计价有出拳，还进榜了？有啊，好丑、哦！这么丑要卖3200哦？为什么海景房看起来都很小？他3200，然后没有可换哎。可重复利用的那个背板 ，PCIe 的那个挡板，好丑。3290那个，多、啊，它还有3390，哪有？没有啊，3490吧。嗯，我这里看3390。哎、欸，有地震哎、欸？有吗？现在啊。嗯，有一点吧。十秒。有吗？根本就还没到、啊，很大吗？那边没有很大，一打有哎、欸，我说你们那很大，有摇一点，刚以前被拉了一下。地家那个旁边放得了三个，啊，怎么其他都只放得了两个？那个安泰克的只放得了两个风扇，什么意思？
恩杰的也可以。哇，恩杰这个是怎样？怎么那么神奇？那恩杰的机壳真的好贵哦。给你看，3590机壳。好了，地震警报刚刚及时的跳出来了。为什么你地震警报都会跳？我都没有地震警报。哦，那不是手机哦，那电脑。电脑，手机有跳刚刚。我手机也没有。嗯，华生要不要再打一场？再打一场再见。求我。看你要不要啊？不要我们就自己走。你刚刚这样是在求我吗？我是问你。哦。哎呦喂，没有。问是不是？我就是没有。那边，我打一场而已，还没十点。不要，今天关系恶心了我快30分钟。哦，他没讲话。对，干，好像在招魂，又招不回来，好奇怪。哈，这么惨的吗？全景玻璃侧透。